天儿，这两天后背还痛吗？不痛了，我想早一点找到我爹。我也想早日找到你爹，只是我们还不知道他的下落呢。神仙姐姐好厉害，但可惜她又走了。人，人家有本领可是人家的事儿啊，大丈夫行走江湖，一定要靠自己，明白没有？明白了。来，乖，来，奖赏你个鸡大腿。哎，那谢谢。小二，倒酒。来了来了。哼，来来来，来喝喝喝。这位兄台，有话好说，别吓着孩子。这里没你的事，赶快给我滚出去。老大，识相的话把帖子拿出来，要不然要你的命。休想。老二，为了张帖子你跟我计较，找死。你是谁？在下聂风。你们两个兄弟何必为了一张帖子而自相残杀？到底为什么？说出来，我帮你们评评这个理。怀空，我们已经赶了好几天路了，我实在走不动了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先在这个镇上休息一下吧。你要休息，就自己留下来吧。怀空，你别卖关子了好不好？我们到底要去哪儿？怀空，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即使要走，你要告诉我目的地呀。对不起，我再也没有时间停留歇息了。怀空，你这到底怎么了？傅叔叔，这个无名帖怎么这么重要？那是因为这张帖子是身份地位的象征，是江湖上只有知名的武林豪杰才配拥有的。刚才他们兄弟两个就是因为争夺这张帖子，所以才大打出手。那他们为什么要给你？因为经风叔叔刚才分析，他们也觉得这张帖子有点古怪，所以啊，请风叔叔去查个水落石出。哦，这张帖子诚邀天下武林豪杰于十月初五在天下会举办英雄大会，署名是无名第三弟子。无名是谁？无名就是你爹的师父，一个武林神话。